他将驾星下士，在硕大无比的战车中露出了耀眼的光芒。不仅是花房部战车营装甲部队首位女副车长，也是新著名第二代的从军典范。伙伴都称她是花房部花木兰，从不因自己是女生而展现柔弱，反而将自己的内在力量发挥淋漓尽致，令人刮目相看。我来花房部战车营已经两年了，之前有查到装甲这个关科是蛮艰难的，可是我身为女生，我就是想要挑战看看，也有听说这个单位女生的部分是比较少，但是我就是还想要突破自己，勇于尝试。战车营主要是执行战演训任务，例如我们这次从三月到十一月的南侧基地测考，还有屏东的联友基地训练。那平时在花莲的话，我们花房部战车营是担任起守护花莲的重担。第一次来到战车营的时候，其实是先担任战备搬弹的这个任务。那我第一次搬弹的时候，觉得弹药真的很重。那另外还有我们有一个建制武器是85机枪，其实我一开始的时候架不太起来，但是有我的装填手还有驾驶这样子慢慢的帮助我，我就渐渐也习惯85机枪的重量，得以实施连上各个战备任务。贴心的他为了不让家人担心，毅然决然投入军旅。身为新著名第二代女性，不畏惧被放大检视，勇敢做自己，也因为有家人的支持与鼓励，才让江嘉欣继续发光发热，为单位带来荣耀。我爸爸之前在做务农的工作，那我妈妈是来自越南的外籍配偶。当初在高中毕业之后，在选大学的那个时机，家里刚好遇上了风灾，农作物有非常大的损害。那我为了不让爸爸妈妈担心，我就毅然决然的决定就读军校。当时读军校的时候，妈妈是反对的，听说妈妈每天都为了我是担心到哭泣。刚开始训练的时候很辛苦，她不太习惯。然后我记得有一次我最担心的，有一次她发烧了，然后她又不敢讲。有一次她打电话给我，她说：“妈妈，我好像那个头脑烧坏掉了。”然后我的怎么走路就轻飘飘了这样子，然后我在家里就好担心哦，然后晚上都睡不着觉了这样子。我非常感谢一开始从心疼到支持的爸爸妈妈，因为我在训练之中遇到困难的时候，妈妈都会给我一些鼓励还有帮助，就像在黑暗之中的一盏明灯一样。有了学长还有弟兄的帮助，我可以在每一次的任务之中再学习到更多的东西，那我会继续加油努力，加油。如果您喜欢青年日报影片，请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还要关注脸书、IG、推特、Flickr 相簿和 Telegram， 除了最及时的军文，还有不定期的抽奖活动哦。那有什么越南菜是你推荐的？有很多啊，牛肉河粉啊，炼乳咖啡也很好喝，鸭仔蛋很恐怖但很好吃，然后还有一些鸡肉稀饭是我妈妈拿手菜，我最喜欢吃这个。那鸡肉稀饭跟卤肉饭你说什么？卤肉饭。